周渝民。迪丽热巴主演烈火如歌 LiTV 线上影视，免费看。由周渝民与迪丽热巴主演的《烈火如歌》堪称是2018年开春期待度最高的戏剧。该剧改编自明晓溪的小说，除了目前演员组合吸睛外，该剧幕后团队实力顶尖，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制作人高琛联手花千骨导演梁盛全合作，编剧是改编过《步步惊心》和《一生消磨》的墨宝非宝。剧组更邀请荣获13次金马奖的张淑萍担任首席造型师。所有的坚强阵容让烈剧的讨论度持续攀升。LiTV 线上影视自今日3月26日起，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更新一集，免费观看。烈火如歌三月在中国首集开播，播放次数迅速破亿，口碑极佳，大获好评。观众除了针对剧情的展开讨论外，对于古装大戏中的造型设计也是话题重点之一。由张淑萍等人联手组成的造型设计精致且完美，呈现角色个性。尤其是烈如歌迪丽热巴式的红如烈火银雪，周渝民的白如飞雪，绝对会让观众有强烈的视觉震撼。烈火如歌剧情讲述烈火山庄的继承人烈如歌迪丽热巴式与在他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风华绝代的银雪，周渝民是幽兰孤傲的战风，宁静温柔的玉子涵，因19年前江湖上的尘封往事而一同卷入恩怨漩涡，展开一段爱恨燃情、惊心动魄、纠结虐心的奇恋故事。